如何定义力量？力量对我来说就是人的意志力的展现，包含自由思考、自由意志。我觉得任何女性只要找到真正的自己，说自己想要说的话，然后从实践里面逐渐的找到就是支撑我继续走下去梦想的力量。我会先沉浸一阵子，然后接着思考我应该可以主动的做一些什么事情，然后接下来我就会身体力行的去做它。